难寻调石峰。看来他们对南巡很关心呢。一定要把这架直升飞机的来历查清楚。我是吴浩，请见北京周总理办公室。我写完了。哦，真快啊。
这两天我总有一种克制不住的创作冲动，满脑子的旋律，看你什么都想应付。今天我是来跟你告别的。嗯？领导上决定调我去参加一项紧急的国防工程会战。去什么地方？麓山工地。麓山工地？嗯。什么时候走啊？让我明天就走。咱俩是以结婚的事儿。我是来辞行的，他今天心情特别不好，你们俩是不是改日再？我们俩进去，老头的心情就会好的。这